随着医美技术的进步，不少存在容貌焦虑的女孩都选择了进行整容，为了美做出一些改变无可厚非，但是过犹不及。就比如我们今天故事的主人公，整容堪称换头，而她究竟经历了什么才想要整容整到这种地步呢？大家好，这里是明星观察员，今天我们就来看一看整容女孩的故事。这个大眼睛尖下巴我想人间芭比的女孩叫做周楚娜，她是一个00后，也是一个网红。周楚娜还是一名在校学生，居住在上海。从她自己公开的旧照来看，还未整容前的她，国字脸、单眼皮、矮鼻梁，长得不是很好看。从2017年开始到现在，她已经做过上百次整形医美项目，可以说每天基本都是术后恢复期。去年受疫情影响，她的整容频次也下降了不少，但少说也有20多次，其中包括耳软骨、隆鼻、芭比眼综合、面吸黄金微雕、脂肪填充胸部、大腿360度环吸。去年3月，她在微博上发了整容日记，粉丝迅速上涨至30多万，她就把微博上的简介改成了全国年龄最小、整容最多。他也从尝到了甜头开始迷恋上整容。在未成年时，他已经做过整形医美项目高达上百次。为了改变脸型，他进行了磨骨手术，即用专业的模具将下颌角骨头磨薄，去掉一部分腮骨，起到改变脸型的目的。风险系数极高，许多人因此丧命。虽说手术成功，他也因此在医院躺了半个月。在他成名后，一档名为超级演说家的语言竞技真人秀节目邀请了周楚娜做嘉宾。他在这档节目中讲述了自己如何在2年内花400万整容的经历。周楚娜的演讲稿叫做《整形的代价》。在她演讲说到自己13岁整容，光双眼皮做了8次，鼻子做了6次，加起来差不多100次时，台下一片哗然。不是所有人都能理解，有些人对于美的偏执追求。周楚娜在演讲中也是屡爆金句，其中最吸引人注意的一句话就是：“长得美的人叫青春，长得丑的人才叫长大。”这个小女孩的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会让她对自己这么不自信呢？周楚娜举了一个简单的例子，班里大扫除的时候，因为自己长得不好看，男同学总会把最脏最累的活分给他干，而那些长得好看的女孩却总能受到优待。虽说不可以貌取人，但是人们下意识还是会对相貌上优越的人存在一些偏爱。尤其是周楚娜这个年纪的少男少女，颜值高的人肯定更加备受追捧，都是同龄人，自然而然会想，凭什么你是白天鹅，我是丑小鸭。从因为割了双眼皮有朋友陪她玩开始，周楚娜尝到了整容的甜头，整日沉迷整容无法自拔，到最后已经到了病态想动脸的程度，削骨、面部填充、微笑唇，我们能想象到的整容项目，周楚娜几乎都做过。可这样的她真的美吗？眼睛几乎是占了整张脸的1/3，下巴成了 V 字形，可做的太尖了，像个锥子一样。M 唇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做了面部填充的缘故，凸起的格外明显。这样的整形不仅花的钱多，而且一堆后遗症。上节目时，周楚娜正在开眼角手术的恢复期中，遇到强光都不敢睁开眼睛。按照整形医院的要求，未成年人去医院做手术，尤其是全麻手术时，一般都要家长陪同并签署手术同意书。没办法，他有几次只能拿着成年朋友的身份证在医院蒙混过关。除了冒充成年人外，一些不用查验身份的小诊所也给他的整容之路提供了便利。第一次埋线双眼皮后，他偷偷联系了网上的医美姐姐，在一个小小的工作室里打了瘦脸针。这所工作室完全没有过问他是否成年，省了不少麻烦，但他们操作也不规范，他的脸部出现了凹陷。那次经历也给他上了非常重要的一课，那就是不能去不正规的工作室整容。不过现在的他也不爱去公立医院，他们整得比较自然，达不到我想要的夸张效果。既然整都整了，为什么不做的夸张点，让所有人都能看到效果呢？因此网红整形医院是他的首选。2020年12月下旬，他又去做了眼睑下至手术。这不是他第一次做这个项目，但每次做了都觉得眼睛不够大，加上眼角可能会回缩，他必须不停通过手术维持他的大小。眼睑下至项目是他做过的恢复期最短的手术，虽然当时眼睛有点充血，但他还是第二天就戴上了美瞳，还和朋友一起吃了火锅。但是因为多次开眼角割双眼皮，他的眼角膜比较脆弱，又因为过早的戴美瞳，误把卸妆水当成隐形眼镜水等各种原因，某一天他的眼睛突然剧烈疼痛，视力急剧下降。去了医院，医生诊断说是卸妆水严重腐蚀眼球，眼角膜出现破损，至少1个月不能戴美瞳。当时周楚娜马上要到北京上节目，不可能不戴美瞳，为了上镜效果，她忍住了眼睛的不适感，照旧戴美瞳和化妆。周楚娜说她知道整容是有风险的，关注过很多因为整容不慎发生意外的新闻，医生也建议他尽量不要再开刀做手术了，但是收手很难，他真的停不下来。爸妈并不支持周楚娜整容，但他态度强硬，父母拿他没办法，只好同意。他现在读的是一所私立国际学校，虽然整容上节目直播分走了他不少精力，但周楚娜表示仍然会坚持读完书，因为只有在学校上课他才能拿到生活费，整容才能继续。更可怕的是因为过度抽脂，周楚娜全身的皮肤都很松弛，
磨骨触碰到了神经线，导致他不能做太夸张的表情，眼角开得太大，晚上睡觉闭不上，全身疤痕，记忆力还衰退。台上的周楚娜对于整容这件事情满是回忆，甚至声称与其整容不如整脑。下了台他却一副不一样的嘴脸。周楚娜在节目结束后在社交平台上发布了一条视频，他在这条视频中的言论和在节目中所说的很不一样。周楚娜避重就轻地讲起了整容对自己的正面影响，直言能够让自己自信的话，整容何乐而不为呢？周楚娜对于自己现在的生活很满意，丝毫看不出节目上的回忆，甚至在微博上晒出了整容目标，一定要每个月都做3到4次手术。很多网友对周楚娜前后不一的言论表示愤怒，这并不是周楚娜第一次说谎了，更明显的谎言是她的年纪。在她社交平台的置顶中，她自己明确写着是2004年7月3日出生，现在又推翻自己的话，声称自己出生在2006年，而且那条置顶的动态现在并未删除。她在社交媒体上还说，认为只要坚持自己，坚持整容，就不会后悔。看周楚娜在超级演说家中的演讲，不少话还是有道理的。容貌焦虑是现在不少人都存在的问题，尤其是对还在青春期的孩子来说，不要以为那个年纪的孩子们不会有多坏，恰巧就是因为他们小，所以有些恶意才会更加的伤人。周楚娜这种状态让不少人都难以接受，直言她是太自卑，整容上瘾。面对这些反对的声音，她依旧坚持自我，认为自己花父母的钱，身体也是自己的，想怎么样都可以，不需要在意他人的目光。她的原话是这样的，整容是为了取悦自己，不是为了取悦别人，活在当下就好，花再多的钱也是我自己的事，失不失败也不是你说了算。想通过整容这种方式将自己变得漂亮，这件事只是个人选择的问题，但是对于未成年整容，大部分人还是不赞同的。第一，他们并不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人，自己并不具备经济条件进行这项变美事业。第二，人的想法总是一时一变，现在他们并不成熟，所做的决定很容易随着时间的过去而后悔，但整容这个项目几乎是不可逆的，也就是说没有后悔药吃，成年人想整容都要思虑再三，更何况是他们。人无完人，总要尝试接受自己的不完美，如果一定要变美，方法有很多，而并非整容一种方式。事实上现在未成年整容并不是个别案例，其中有不少家长会主动带着孩子整容，只是为了让孩子能快人一步，只是这样对于心智未成熟的未成年人来说，这无疑是一种伤害。女孩子整容成瘾，靠整容去迎合多的寺庙正在变得有趣，但日本这家寺庙不正经程度却完全超乎你的想象。在京都下京区有一座拥有400多年历史的寺庙，龙岸寺，京都龙岸寺，始建于1616年，虽然拥有百年历史，却也逃不出香客不断减少的命运，直到遇到现在的主持池口龙法。现年43岁的池口龙法是该寺庙的第24任主持。池口龙法1980年出生于兵库县，毕业于京都大学，21岁出家为和尚，曾经也在净土宗总本山之恩院任职。在传教方面，池口的想法一直都很创新，近些年这座古老的寺庙以一种另类的方式闯进了年轻人的视野，这一切还要归功于住持池口龙法。2009年他就创办了杂志自由风格的僧侣们，但和一般的宗教刊物不同，他的杂志创意大胆，活泼吸睛，当然内容还是都和宗教有关。还别说，这本杂志一时掀起热门话题，改变了大家对僧人的固有影响。池口深知年轻人才是当下的流量密码，但是靠传统的传教方式是绝对走不长远的，于是他开始了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改革。在他的带领下，龙岸寺一改往常的严肃作风，紧抓流量密码，不再整日诵经举办法会，而是搞起了电音诵经、无人机飞天佛祖、佛教女团，甚至还推出了佛教专属女仆。这些备受争议的整活方式让龙岸寺几度登上新闻报道，成为了年轻人热议的对象。其实池口龙法做出这些改变，归根结底还是因为寺庙的香客减少了。早在十几年前他就意识到传统的传教思路已经不起作用了，尤其是对于年轻人来说，他们不再从长辈那里传承佛教，若想吸引他们主动了解佛教，就必须主动出击，好好利用年轻人常用来获取信息的渠道，比如说杂志。于是池口龙法迈出了改革的第一步。在2009年时，他尝试着跟其他年轻僧侣们一起发行免费杂志，内容由他亲自编辑，都和宗教有关。和其他宗教类刊物不同，池口龙法的杂志封面创意大胆，活泼吸睛，一下就改变了民众对僧人的固有印象。这本杂志很快成为了话题，让池口龙法和龙岸寺喜提一波关注。眼看这招行得通，池口龙法在之后的日子里又做出了其他尝试，首先就是为寺庙开通了油管和 X 前推特等，通过社交平台拉近和年轻人之间的距离，账号的内容也都挺奇特，比如和尚的一周穿搭、爆辣火鸡面挑战等。
主打一个流行啥就干啥，但只有这些还不够。2015年起，龙岸寺又推出了将佛教与艺术相融合的大型活动超实业祭，于每年11月举行，广邀社会各界参加。实业祭是日本净土宗寺院每年10月到11月期间举行的念佛会，以十昼夜为一期，又称实业会、实业或遇实业，十口不走寻常路。从2015年开始独自举办超实业祭，为了先把人骗进寺庙来，池口龙法陆续研发了一系列大招。先是推出了全球首个佛教女子偶像组合 Terra 星号 Pons， 团名大意为地球上几兆生命体所期望的美好世界，主要就是想通过唱歌宣传佛教文化。成员一共有五人，都是艺术大学的学生，五人都走菩萨设定，一名分别为释智、文殊、观音、普贤以及弥勒，并以紫、白、红、黄、绿为代表色。演出服也找人专门设计过，加入了佛教元素，不仅有售票演唱会、说法、现场雕佛，还有电音法会。在2016年的超实业祭上， Terry 星号 Palms 正式出道，表演了一连串歌曲，包括由池口龙法亲自参与创作的原创佛教曲目。五人表演了一连串歌曲，不仅有一休主题曲，还有主持池口自己写的歌，包含了各种佛教用语，希望用歌曲消除众生的烦恼，以此宣传佛教文化。菩萨们在佛像前卖力演唱，香客们在下面敲着木鱼打扣，这场景也是史无前例了。除此之外，池口龙法还搞了一场赛博法会。2018年池口又玩上了高科技，整出了佛祖无人机。2018年的超实业祭重头戏就是 Techno 法式电音法会，一场以光影声音为主导的别开生面的念经法会。龙岸寺专门请来年轻时做过 DJ 的赵恩寺主持朝仓行宣来主持法会。现场酷炫的灯效、投影图案洒满佛堂，配合经过特效处理的诵经声和电子乐 BGM， 充满现代气息，非常的别开生面。法会最后，无人机佛祖编队原地起飞，几尊高十厘米左右特制的树枝佛像放置在无人机上，一机一佛在佛堂里飞行，还会飞向在场信众，模拟了一场佛祖和菩萨来迎的景象。这一幕直接在网络上火出圈，佛祖无人机也成了龙岸寺的一大特色，不仅是每年的超实业祭的保留节目，日常活动也会出来炫一炫。炫酷的灯效扫向佛堂，配合着电子乐 BGM， 精效果器处理过的诵经声缓缓传来，可能这就是传说中的攒量子功德，拜赛博佛陀。他们最开始只有三台无人机，随着技术的纯熟，无人机数阵型也在不断升级变化。2023年的电音法会上，八尊放置于无人机上的小号菩萨像绕着中间的大号释迦牟尼佛像飞行，够玄幻，够梦幻。据说他们的目标是25架无人机共同飞行，把阿弥陀佛接引图中的25位菩萨完全的展示出来。但要说池口龙法所有宗教改革方式中讨论度最高的，其实是下图中的这位寺庙专属女仆空叹，也就是前面无人机表演中出镜的敲木鱼女仆。从2015年开始成为龙岸寺的专职女仆，池口龙法把日本流行的咖啡厅女仆概念也引入了寺庙里，一来还是为了吸引年轻人注意，二来是他找到了佛教和女仆之间的联系。日语中代指阴间，皇权的词语名土和女仆这个词的发音相同，女仆世界的英语 maid 的发音成了 mido， 正好名土也这么念，谐音梗真是无处不在啊。和咖啡厅中的女仆不同，寺庙女仆虽然穿着女仆装，但衣服上专门设计了很多佛教元素，他们会跟香客们喝茶聊天，但并不会进行其他亲密互动，聊的内容也都是佛教相关。寺庙会定期邀请专家来寺里讲授宗教知识，为了让场面变得更加柔和，寺庙女仆也会加入探讨。早期设计这类主题活动时，女仆们也都会加入策划，并负责传单设计等，总的来说是相当正经的工作，一切都服务于佛教。只是网友们难免还是会被女仆们可爱的外表扰乱，觉得这样根本无法专心感受佛教，也有人认为不应该用女仆当噱头，这是佛教忌讳的色。连带着之前的佛祖无人机等项目也都被骂是外行，像邪教仪式等。随着最近几天龙岸寺上一任女仆空叹毕业，另一位女仆无丹接任，名取自佛经中的无字，新女仆可爱的外表再度引发热议，网友们纷纷直呼长得好可爱，我愿意被她超度。果然是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这能让我摆脱身体的欲望吗？争议的存在池口龙法早有预期，但他坚持创新改革。毕竟不可否认的是，来寺庙里参拜的人确实越来越多了，再加上也有很多人赞同他的运营模式。未来他还打算做出新的尝试，推出各种文创产品，最知名的还得数龙岸寺的佛具扭蛋机。龙岸寺僧人同时也是雕塑家的三浦遥山，除了日常的工作以外，
他还负责在龙岸寺经营一个名为佛佛部的佛像雕刻兴趣社团。佛佛部集结了京都传统的佛具职人和一些热爱佛像佛具的人们，除了传统的雕刻技术，他们还会采用 3D 打印机等新工具。佛佛部的一些作品被放进扭蛋机里，成了龙岸寺明星纪念品，经常被买到断货。怎么说呢，池口和尚的一些劣操作，不管是信佛的不信佛的都有点无言了，但这也确实让大量年轻人关注到佛教，让更多人重新认识这个拥有400年历史的老寺。为寺庙带来客观收入，或许他会在日本寺庙间掀起一股热潮也说不定。日本寺庙果然好手段，推出一项贴心服务，备受青年男女青睐，辣眼睛、日本和尚的现状、玩摇滚、寺庙办漫展、开女仆餐厅、酒吧。视频中身披僧袍，双手合十，一副虔诚模样的和尚，却与他所处的环境格格不入，身上是吉他，脚下是舞台，前面是话筒，台下一群疯狂的观众，嘴里唱着说着情话念着经，不负如来不负卿，这与佛教的清净自在大智慧仿佛不沾边。即便是初时修行，这种方式也会让人迷惑和误解。很多网友看到之后说，视频中的和尚是真和尚，名叫寺宽邦，是日本人，在日本有一所世袭继承的寺庙，而且是住持。而视频中出现的歌曲名叫说着情话念着经，是网络歌手全幺九和刺瓜锦鲤演唱的歌曲。很多人印象中的和尚应该是住在寺庙里，天天吃素念佛经，至于结婚生子什么的跟和尚一点关系都没有。但是在日本，和尚的生活才不是你想的那样，他们结婚生子，开酒吧当 DJ， 真的是样样都行。前几年曾经流行过一部日剧，名字非常像网络小说，叫做朝五晚九帅气和尚爱上我，里面的男主就是个和尚。日本还出过一本书名叫美方主图鉴，里面收集的全是日本的帅和尚。追星看帅哥都太没意思了，因为这本书的出现，很多帅和尚成了日本妹子追求的目标。在日本，和尚能结婚生子，能吃肉喝酒，还能继承寺庙。日本的和尚和中国人理解的和尚有很大差别，而且日本和尚忙得很。在日本，有的新人结婚是要去寺庙的，这种婚礼形式叫做佛前式婚礼，是日本传统婚礼的一种。大概流程就是新人在佛像面前进行一套流程，和尚就跟教堂里的牧师一样主持婚礼，婚礼主持是和尚，大部分人是绝对接受不了的。日本人的宗教观念真的挺奇特，不管活着的时候信的是什么教，死了之后都要去西天极乐世界，所以葬礼仪式上和尚还要进行做法仪式，寺庙还有墓地出售，一条龙服务。当然这些仪式都是要收费的。在日本，和尚是一种职业，可以全职当和尚，也可以兼职，还能开和尚公司。那些寺庙是世代传承的，如果你听到一个日本人说自己的父亲是和尚，等着继承寺庙，那说明这个人是个富二代。不管是不是合成，和尚在舞台的这种表现形式也是让人一时难以接受的。不过大家知道是日本和尚之后，内心的石头也落了一半。大家都知道鉴真东渡，公元754年鉴真东渡到日本，将中国文化和佛学理论传到了日本，受到了当时日本天皇的尊敬，并封鉴真为传灯大法师。鉴真14岁修习佛法，可以说是佛理很纯正的和尚。而鉴真将佛理传到日本之后，也肯定是很纯正的佛理。但是如今日本和尚却与我国的和尚完全不同，大家都是和尚，凭啥日本和尚就能活得这么滋润？这里面可是有很多历史的。公元前五世纪，佛教起源于古印度，后来不断传播，现在的东亚东南亚地区有大量的佛教信徒，现在的日本佛教很盛行，全日本有约有75000座寺院，300000尊佛像。佛教从古印度往外传播的过程中总是不断发生变化，就比如唐玄奘西天取经，为的就是取回来最正宗的佛经。佛教传到日本的时候都已经被传了好几手了，各个佛教派别互相争论，发展到现在，日本的佛教有了13宗56派，其中的净土真宗提倡信就可以，什么都不必做。日本的佛教和中国佛教虽然都是佛教，但是不是一个体系的。到了近代，日本又进行了一场废佛毁尸运动，打压佛教，严格执行各种戒律的佛教徒越来越少。1872年，日本发布肉食七代解禁令，直接从法律上让和尚可以吃肉喝酒娶老婆。如今的日本和尚可以吃肉喝酒，可以娶妻生子，可以做摇滚，可以办时光秀，可以办漫展，开女仆餐厅。日本的传统婚礼也是日本和尚创业的第一桶金。这段视频是日本药师寺宽邦的摇滚版心经。日本的疗法寺是一间有着400年传承的古刹寺庙，为了能够宣扬佛法，在庙里办起了漫展，而且还塑造了动漫女佛的形象。这一举动受到了日本民众的喜爱，现在的大部分日本和尚
概括起来就是，虽然在宣扬佛法，但是不受戒律约束，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留。这些自由的日本和尚中，能说会唱的达人倒是出了不少。除了婚丧嫁娶这种常规活动外，日本和尚还可以充当咨询顾问，类似心理医生的工作。有人就喜欢找和尚聊天，东京有家酒吧，和尚开的，一进去氛围都不一样。吧台站着的不是调酒师，而是一个剃光头的和尚。这个酒吧的鸡尾酒名字也很特别，都是用佛教里的词来命名的，比如色即是空就是一款鸡尾酒的名字。去这里喝酒逼格满满，坐下来之后对话都不一样，施主喝点什么，来杯色即是空吧，得进步。和尚给大家讲佛法很正常，但是日本的和尚就喜欢来点不一样的，他们把电音和佛经结合在一起，把佛经唱出来，日本和尚双手一合，音乐一起，是不是有种想要蹦迪的感觉？日本和尚也满足你，音乐有了那就来点灯光，这感觉不看中间的佛像是不是以为是夜店呢？说唱佛经被发明后，日本的和尚发现效果很好，原来不喜欢佛经的都来听了。有人组乐队抱着吉他在演唱会上唱佛经，这个人叫药师寺宽邦，一个寺院的副主持，家族寺庙的第十六代传人。还有和尚用传统佛教乐器来唱现代歌曲的，木鱼和摇滚朋克搭配后，和尚都能成网红。至于结婚生子，那都不是问题，日本的和尚甚至不用剃光，玩的都这么嗨了，还会不结婚吗？而且和尚还挺受欢迎的，因为按照日本佛教的观念，虽然结婚可以，但是和尚不能出轨，不能有非分之想，否则就是违背修行，有约束。还有不少是能继承寺庙的富恩代，这妥妥的优质对象啊。动漫声优与寺院高僧合影，这张合影其实并不能说明什么，因为很多人也会跟高僧合影，但是如果是高僧请来声优跟他一起合影呢？图片中女子是日本的声优兼插画家 Toro 美，下面这幅图是了法寺的动漫女佛形象，并且还出了手办，据说销量还是挺好的。这不禁让我脑海里出现一幅画面，一个人请了一尊动漫女佛回家，摆在自家堂屋里，每天冲着女佛上香祷告，啧啧也不知道内心是在想些什么。下图是疗法寺的女仆主题餐厅，寺庙提供客人斋饭的地方，一群年轻貌美的女仆装饰者为每一个虔诚的居士服务，我只能用这样的语言去描述了，是不是怪怪的？当然了，不得不说，400年的日本古刹了法寺在营销上是很成功的，现在被誉为日本二次元圣地。在日本，和尚是可以喝酒的，他们甚至有自己专属的和尚酒吧，唯一能被区别的可能就是他们虔诚的喝酒样子吧。和尚酒吧在日本也是很受普通人欢迎的，如果说在年轻人眼里看着日本和尚体现出的现代元素的时尚气息觉得很酷的话，那么作为佛教教义的传播者和承载者的和尚们，会不会在未来出现像周处除三害中的林陆河一样？这种担心并不无道理，佛教的贪嗔痴慢疑为五毒，人们要通过修行来去除这些，明心见性，消除欲望。如果说开餐厅开漫展吃肉喝酒结婚生子不如还俗，在世俗中也是一种修行，拥有世俗的身份岂不是更方便于你做这些事情？不知道鉴真看到这些会怎么想。